let me down. OK， 大家好，欢迎收看冰姐 channel。 那今天你看来的是什么地方？其实我来的是学校，这个学校是叫 Crescendo International College。 那我等一下再看一下哈。其实我现在来的是一楼，然后都是全程自己拍摄。那给大家看一下风景吧。 OK， 先看我的大学学校的短片好了。A few inches later， 大家现在看到的所位置是这个是学校的那个是个叫球那个叫 sports center， 就是我们讲的运动社，就是运动部分。又老师他们讲说，因为这个疫情管难控制，所以讲也没有开到哪去了。给大家走走看一下哈，这是厕所了，我就看看，那边是女生厕所，一楼的话就是那边右边是男生厕所，左边是女生厕所，这样子。这是老师坐的地方，或者是 professor 啊，还是老师？这边是给人家就是坐下来，就是讨论东西的地方咯。啊 ，so 就是这样。这里楼下也是给他也是图书馆或者是这些。像是这样子，啊，这里是开会的地方啊，这里是开会的地方，啊，这是老师的 department。哦，现在有 check in 要买十加座了，对，以前没有的，现在有了。这些是教室哦，课室在楼上，课室，给大家走走看一下。这样走，这是 department 啊，我就不开了，看一下。啊，这边是给学生坐的地方啊。然后我们对面望过去就是hostel， 我们的校舍。走，上楼。没看脸啊，拍谁？所以讲就这样吧。快点点。好，这里是课室了，这里就是教室，从2100，这是教室，这是课室。然后这边是考试的单位，对面就是飞机，很红的那个飞机，可是还有恰恰黑恰恰的。然后这204咯，历史列车上倒数咯。以前很多所谓讲的 Airlines 的人，
空姐空少多，哎，还是有人多哈、哦。线上上课哈、哦，在线上线下啊，在学校实体上课。这个 airline 小飞中，上次住的地方。啊、哦，有点热，不好意思。啊，我们坐电梯吧。这电梯。要按，要用这个拳头来按。我全程戴这种 N95 那种好的口罩，所以讲有点喘气的那种，所以我就不戴帽子了。然后哎，有做到防疫措施哦。哎呀，这个做到防疫啊，牛啊他们。牛逼！以前没有画格子啊，以前我来的时候都还没画格子、啊、这个。好，我们现在走了。好，这也是一样的地方啊。啊，这是 chemistry 的。哦，是第三楼了。哦，那边就是我们要考试的地方。现在开始要考不考试啊？哦 ，prospo， 这是 preparation 的地方了。走，那个那就好。biology 啦。这是 extra room， OK， 走。这也是 extra room， 啊，这是我的学的地方 ，computer lab， 学电脑的地方，就是在这边。啊，这个就重关键了，这个不是 extra room 啊，这是考试啊。你看摆的椅子全部摆坐着出来啊，老师讲100%要考回去线下考试啊。1:1，开不开心？不能用手机啊，然后不能用其他的东西哦，就这样咯，我觉得也还好吧 ，OK。我们就走路下去吧哈。2000 years later。哦，那边是给 parking 啊，大家看到？对，这是 parking area， 然后那边是书包来的，就是外人摆拍的地方。OK， 走到最下层的话，这个以前这个那可以打羽毛球、打乒乓，现在没办法打，因为疫情关系嘛，对不对？然后这个我不懂他们在做什么，所以就放这。哦，可以买水的地方，倒水，对，卖水的地方，卖吃的啊。啊，这是男生厕所呢，这边有书包。哎，这边有人了，这个是 hall one 来的，要过分了。哦，空，很好，空，没人，就叫你 follow 那个 social distance， 走。这边可以还学费，问咨询的东西，这边，我的左边，啊，走。然后呢，哦，这边是已经给 border step 了，他现在没有办法 border step， 不知道，走。啊，这边是讲学校的地方咯，你拿什么 course， 拿什么科目的地方咯。然后这个也是其他的啦，这是图书馆啦，好的。这边比较安静点，给桌子聊，给椅子，这边也放，橱柜，这是白的，来消毒一下。坐着了，很安静，图书馆还不给人声音。OK， 来，快点，换凉一点。Nice。A few minutes later， 大家啊，所以我现在已经出来要拿到这些东西，我大概一一给他们介绍一下哈。那其实我刚才问的东西是问到那个关于 BDBDN 啊，就是我们讲的高等学府，每个人就是不是每个人啊，有能力的话就不用借这个 BDBDN， 要是没有能力的话就要借这个 BDBDN， 就是来贷款。那些资金，然后算是贷款之后慢慢工作还给政府的费用喽。有些画面我中断原因是不要太过明显了，所以有些地方像我刚去的 department， 刚我拿的那些东西我就没有去所谓讲的拍摄啊这样子，那我就保就有录一些视频，就大概看大家给大家看就好了。那有视频有没有大家去看一下，我可以等大家去看转一下呢。然后这些人放到完了，这些人物我现在给大家要做给大家看一下啦。然后我刚才转了很多圈了，然后这边是坐的地方啦，你看这边坐的地方啊，后面就是食堂，后面这边就是食堂，我也拍摄给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这边就是那个学校的食堂，对，走进去就是有这个吃的啊，可以煮炒啊，这边以前有白色的一些东西啊，现在没有了，这有一些比较少人啊，今年因为比较少人来学校，所以比较少人哦。走，我们去楼上谈谈啦。A few moments later， 好了，那我先回来了啊。哎呀，我的位置在那边坐了，然后
那就我就给大家介绍看一下好了。那我就不开镜头了，就转接这边看镜头了。Meanwhile，我们在这个之前呢，我还没有跟大家讲一下我的这个学校呢是私立学校来的，不是政府学校，所以大家听一听就好了。然后中午学生呢，都是你们有什么事情可以私底下找我，还有什么 credit， 我现在跟大家讲一下好了啊。哇，有点喘。三个科类都是，我是讲大多数主动讲 diploma 啊，一律我就不问先，因为你们都是学生要读的话哈，你们可以私底下找我。由于时间限制关系，所以只好缩短视频，我就把 airline 和 business 带过，我着重讲电脑科学的部分，你们可以私底下找我啊，谢谢大家。然后这个要 pass 英文跟数学 diploma computer science， 我现在读着啦，这个现在我在读着，这个没有 interview， 这个也没有 interview， 但是也要读好来啦。现在好像读多少几年不晓得了，都两年多了，两年多，因为我的成绩不是理想，在前面的时候，都现在好了咯。然后我的现在读的这个 computer science， 这个是两年四个月啊 ，computer science 啊，这是我们的 professor。OK， 这个的话科目IT 啊 ，system programming 啊 ，core programming 都是学 Python 的 ，Python 那个比较多 ，English database。CO 咯，CO Computer Organization， OOP System Analysis Operating System 还没有拿 ，LT 哦 ，Data Structure 咯 ，Data Science， Web Graphic Project Data Science .net 或者是 Employability， 呀，然后就是要拿这种 Malaysian Study Thinking Skill 83 Reason 还有Service， if 你没有拿到 credit 的话，所以你就要拿那个83，那 semester compulsory which considered a graduate， yeah， 所以你一定要有算 你一定要 complete 你的 internship， 否则你就没有办法就是这样继续拿到文凭，就这样。Many many minutes later。我简单讲一下我读的这个 Diploma Computer Science， 我这一个 Diploma Computer Science 纯粹全部读的话都是读那种 coding theory part 也是蛮多的，然后在你们懂的那种 Sunway College 赞助也是不多，然后 BTBT 赞助不多，他们是读 IT 的， IT 也是类似是读那种 coding 的，所以我这边读的话也是比较 OK 一点。由于我成绩不是很理想，然后甚至连那个总分数拉跌到 1.7， 然后呢老师又挽救了我，然后只能拿两个科目，一直慢慢的提升到六个科目，像我这个 semester 拿六个科目，上一次的 semester 也是拿六个科目，这一次也是拿六个科目，对呀，就做好自己咯，我也是做好自己就读好来咯，这一次的 semester， 所以说考试就是关书啊，就是关书，就是不可以带任何的笔记，不可以带所谓讲的记忆力，只能用脑来记忆。所以讲是给 tips 哦，我就好好认真读，可以做好来，我的 assignment 就先做好来先，剩下的就靠自己的实力来拼的它。OK 啊，那应该我来分享完了这个简单的我讲读的这些东西，我读的话。还剩下几些科目还没有读完啦、啊，我最迟啊，我可以预计啦，明年底，然后九月去毕业，九月毕业去应征的，九月啦，明年九月最迟，但是不要再 delay 啊，然后我的那些不要再 delay， 我 delay 太多次啊，好像很多蛮多回一下的，所以讲 take care 自己咯。其实。我做这个视频哦，简单的来介绍我学校。然后我学校，以前是蛮多人，因为还没有 MCO 嘛。现在 MCO 的话就，没办法咯，就你等于要看透事实嘛，然后就随机应变吧哈。那我们上课的模式是线上线下，就是线上就是用 Zoom 的模式咯，然后我就回到学校上课啦，对，我也是要验那个 COVID 带下，大家看一下我也就有带自己买啊，这种开玩笑
不可能，绝对不可能。自己买的这个口味，大概是这个十几盒，10块钱哦。这个我不要，为什么要买？两个礼拜也已经吃了，这样。所以讲只好这样喽。OK 啦，那这期视频我觉得也要告一个段落。喜欢看我这期视频的，请帮我点赞关注，然后帮我按开启小铃铛，叮叮。那我们下个视频再见了，因为其他事情应该没有什么事情，比较冷清一点呢，所以我们下个视频再见喽。谢谢大家收看啦，我们下个视频再见，拜拜。麻烦各位帮我宣传我的视频。在 YouTube 看到的话，请各位帮我点赞、分享、订阅、开小铃铛，每个月有不一样的视频呈现给大家看。在 Facebook 的话，麻烦请各位帮忙点赞和分享出去，请大家敬请期待吧。